因为我们刚才最主要出发点其实是在改善居民的生活，只是说前面的分析太着重观光的部分。那这个其实，将来曾老师来简报的话，可能就会改善很多，因为我真的是比较不会讲话。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在因为在那个让人感动的部分啊，这个我觉得秘书的建议，就是我们可能会是把那个设计的结果或规划结果会用比较完整的透视图，然后可能是几张让人家比较充分去感受。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我们现在比较缺乏，就是说最后的那个图形。那所以我认为前面那一部分，到时候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然后由现场来穿这个，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没问题。那像我们现在比较缺乏在后边那个部分，可能把最后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再用一个比较动人的、吸引人的图片，我想就会比较清楚。